日前，张柏芝出席某活动，她身穿亮片短裙，竞显消瘦身材。临场时虽有保镖护驾，但人气爆棚的她依然寸步难行。8月29日上午，张柏芝官方微博晒出一组她与粉丝的合影。她一身连体红衣，戴着墨镜抵达上海机场。下飞机后被粉丝接机，团团围住，不少粉丝都上去要求合影。张柏芝全程表现亲切，还有粉丝撅嘴做事要亲她，她也照样开心合影，毫无明星架子，十分亲民。日前，张柏芝出席某活动，她身穿亮片短裙，竞显消瘦身材。临场时虽有保镖护驾，但人气爆棚的她依然寸步难行。8月29日上午，张柏芝官方微博晒出一组她与粉丝的合影。她一身连体红衣，戴着墨镜抵达上海机场。下飞机后被粉丝接机，团团围住，不少粉丝都上去要求合影。张柏芝全程表现亲切，还有粉丝撅嘴做事要亲她，她也照样开心合影，毫无明星架子，十分亲民。